蔣麗芸議員。唔該啊，主席，我想問一下司長咧，即係我覺得呢個問題咧，其實好簡單㗎，司長。其實咧，我覺得首先就係、是、據你所知咧，就係、是、阿梁特首咧喺做啊特首之前啊 ，OK 嘅收入嚇有冇任何跡象咧？佢係非法得嚟嘅咧？咁然後咧，我亦都希望你能夠解答咧，講一講咧，就喺過去兩年咧，咁啊特首咧就除咗正職做特首之外咧，你有冇發現或者有冇證據顯示佢有向任何其他嘅企業嚇、啊、或者任何機構 OK 提供過收費嘅顧問工作咧？咁唔該，司長。主席。我冇可能知道阿梁先生嘅個人財產，我懷疑梁先生嘅太太係咪完全都知悉曬梁先生嘅財產嚇。至於第二部分咧，我諗喺自從2012年7月1日行政長官上任以嚟咧，佢都係盡忠職守，全程投入作為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嘅工作。呢一點咧，大家都有目共睹噶啦。多謝主席。胡志偉議員。